大家好，这里是睡前边上班。那今天就继续死亡现场吧。我后来先再回头看了一下，他说总共是有20关，所以我们就继续吧。这怎么看起来有点史密斯任务或什么的那种脸？我们今天就是13、14、15、16、13 loading。魔镜特警，车里有异响，为什么会有一个洞？就是整个人都长这样，还有什么东西要捡呢？这个球没错，还有一个像喷漆一样的东西。哦，是喷漆吗？不是，它是杀虫剂，对不起。这些东西还差什么？哎，这可以，所以是外星人吗？还有个墨镜，哎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有点像球棒哦，它是记忆棒哦，所以是那个叮一下，然后变亮之后，大家什么就都忘记得的那一步吗？突然忘记那一部叫什么了，但是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。虫虫儿，末将，他们脸上的算吗？算。还有一只蚂蚁，最后有一个这 MWG 的这一张图，哦，不是，那个 MWG 车内有异响，车内有异响。现在还在想说这一个怎么一直没找到，算了。他既然说车内有异响，那言下之意可能会希望我可以先稍微检查下手有什么。哦，他还是说了一句车内有异响，然后这一只是可以做互动的，可以跟谁互动呢？跟，等一下，先不要说什么了，我获得了新的证物。这个证物叫做一张卡片，秘密组织。OK，果然是秘密组织，死框枪。他说可互动，那怎么互动？跟你，还是跟你？如果是外星生物会发出警报。这可能是有声音什么，只是因为我没开声音之类的吗？啊，没关系，这不只是互动，所以没差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外面突然又是 对，广播了一下。诶，怎么死的？不是因为这样吗？诶，他不是因为那个死光枪，
我真的以为是因为死光虾，还是因为是因为蚂蚁呢？原本的职业应该是这个。那凶手在哪？凶手不是你们吗？每次一点按键真相就跳广告，算了，一定的广告支持他们。是幸好他没有什么那种会惩罚机制，这一点就是他比较休闲一点。有点胎歌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再来下一关。杀人猎族，要先找东西啦。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有机会是要点的，所以我真的也不太想看。诶，为什么你的衣服变了？啊，为什么会变色？啊，算了，变色就变色吧，也不会怎么样了。就是有一点点的困惑，但是不会怎么样。哎呦，一个红药丸，一个蓝药丸。呵呵。哇，人都没了耶。他是那个八哥。这是像子弹还是虫一样的东西？哇，什么东西都没了，请问我现在要玩啥呢？这个吗？不是，这是残骸。它是真实还是虚假的？因为我现在点什么才对，你不如跟我直接跟我说吧。我想直接看提示，这样这次要怎么点？请问您跟我说说吧。Has 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哎，那一颗在哪里呢？哎。好，请试着离开这个世界吧。就是有点吓到，突然药丸一点，然后整个场景都消失，是真的让我有点吓到。但是它的最后说明，我觉得还行，还行，真的还可以。哦，这一次就这么小，是吗？再来项链，项链，项链在这里，一个长矛在这里，这应该是类似盾哦，对，果然是盾牌。再来，这个是什么？看不太出来，但是先往后拿。还有一把不知名的东东。诶，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哦。
也不是这个。有一个可能是偏小的东西。可是还是没找到，没发现它哎。为什么少找了两个东西啊？没有颜色，还真是认不太出来。放大一点，奇怪了，没找到我好像找到它，但是我却一直没有找到。这两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但这一次没有东西可以做我互动。哎，什么样的困境啊？词音，我们去猜猜它的词音是什么？它是，所以当时应该也有谁也一起。诶，这个头不是东西。不算吗？这也不算吗？他好像也不是被这些给弄说再见的。看个提示吧。先在寻物模式点击洞口三次，再点击死者。这也太难了吧！我怎么会知道在这儿？这是什么？波斯使者跟一只鞋，但是就一只啊！居然是这样哦！凶器是什么？这样还有凶器可言吗？踩了一脚。把它给踹下来了，呜、哦，诶，这个蛮特别的耶，居然是要先在寻物那边，然后先点东西，才一个一个掉下来，还不错，真的还不错。再来，是不是还有一关呢？我看一下啊，来，再来是6，哎呦，这一部也是挺经典的。还差什么？一个球吗？哦，这一个它也超经典，它把它拿来作为。割东西呀、砍树的那个，那叫武器吗？不是，就是工具。只能说这部经典，值得一看。但是我要先找到这颗黑黑的球球是什么？他的好妈鸡已经找到了，不是吗？对啊，他的好妈鸡已经找到了。
所以这一颗是什么？猜不太到他那个意思是什么呀？原本是什么职业？原本是什么职业？原本，所以如果要猜，是不是比如说盲猜？他是一个快递员，凶手是谁？这还能有凶手？来，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死者的那个可以做。你看，这个是一个吊坠，救生艇，火堆跟一个不知名的小东东，砍击用。照片，哦，不行，不然要滑倒了。哎咻！死者的鞋子，画着人脸。这没有办法做互动的，所以它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点呢。凶手是谁？也不是螃蟹大大，也不是救生艇，你看来也不是他的老婆，也不是火，更不是鞋子。好了，诶，这样真的是没有个想法呢。诶，难道这个？你想，这应该不是椰子的意思吧？我决定一下，这一颗球状物看起来不是吗？哎 欸，对了归对了，那我拿不到。哦，终于找到了凶手是谁？凶手是椰子，最亲的人是谁？是他老婆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是他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最经典的。他最后的好朋友，不过忘记电影的最后他到底有没有被救起来，应该有吧？如果是电影的话，电影一般都是 happy ending 为主，我觉得。OK，那这一次太衰了吧？OK，那这个死亡现场13、14、15、16就先到这啦。这一下休闲不想上班，谢谢今天的观看，谢谢。